这样桑桑的，不用太多，然后把它轻轻的再这样包上去。如果觉得太多，可以拉掉一些，没有关系。包上去之后，可以用手大概把它这样子压一下，把它塑形。花一铁丝，乖乖乖。那我们要，因为我们刚刚把纸丝弄上去，可是它有点松动嘛，那可以先固定它。那拿出你们的剪刀后，剪大概两公分。来，两公分，这应该有2.5了啦，但是差不多2公分到2.5公分这样子。然后把它弯成一个 U 字，像这样子，把它弯成一个 U 字形。U 字到时候插的方式，好，我们在说煮花的时候，会建议就是拿两种颜色，两到三种都可以把它合在一起。那你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它会比较明显，左边右边嘛。那你可以轻轻的把它拨一下，把它让它变成这样交错一下。一个放在一起。然后再把它拨一下，这样子之后，这样子，你可以先剪，如果觉得太长，就留个1公分也可以，像这样子，留个1公分就好了。然后不要留太短，留太短会刚好在正中间开始绕。对，然后我的建议会是说，先做多一点这个，就是不管你是怎么配，就是先做，都做完之后再开始插。对，你就先都这个分完之后就开始后加工这个。分成小段，这个看是要这么大，也可以分成这么小。粘贴的方式的话，就是在这边挤上一点点就好了，然后拨开你要的话，拨开来，把它往内停一下，固定。羊角蕨的话呢，就是先找到你喜欢的正面。然后可以在3点，就是可能是这边一点，这边，然后右边、左边三个部分，然后做固定。那固定的时候，粘贴的时候可以粘的比较稍微外面一点，因为你要让它翘出去，所以可以把它稍微粘的稍微在外面一点点。对，但是也要注意就是胶不要太多。当然你不可以不要粘，就是要不要粘，有些人是只会粘两个，然后另外一个想放在这边都是可以的。